有媒体公开王菲的最新视频，她现身北京街头，包裹严实抗寒，在几位朋友的陪伴下在街头闲逛。52岁的菲姐穿着大衣，包裹着帽子跟口罩的模样，显得相当神秘。在人群中穿梭的菲姐显得相当放松。随后，身边的男子帮她打开保姆车门。不过，也有网友认为她发现了偷拍的镜头，大家纷纷夸赞王菲气质好好，还有粉丝直呼想念，感觉她一直都在退休，已经很久没有公开活动了。最近，谢霆锋都不在北京，前往全国各地录制新节目，与王菲各有各忙。此前就因为王菲两人长期没有出现同框画面，导致传出分手消息。不过前阵就媒体拍到谢霆锋工作结束后回王菲家，王菲谢霆锋成功复合并恋爱至今，感情十分稳定。只是王菲和谢霆锋似乎都没有再婚的想法，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否会就这样走到最后呢？